在热心群众的大声制止下，孩子停止了爬窗的危险举动，乖乖的坐在二楼的防盗窗顶棚上。有热心群众在楼下拉起床单，防止孩子再次跌落。消防救援人员到达后，冲上三楼，从三楼窗台翻出来到孩子身边。好，你翻谁玩小鸡啊？对。小男孩今年七岁，事发前，孩子母亲出门买菜，父亲在卧室休息。 孩子因为无聊，趴在卫生间窗台上朝外面看，一不小心掉了下去。